是美嘉妈妈为萌鸡小队准备的积木玩具。萌鸡小队呢还没有回来，那美嘉妈妈呢决定先来玩一玩这些积木玩具，看着呢颜色丰富，不知道玩起来怎么样呢？当然了，我们这个积木玩具呢还有一部分，那就是小柱子，翻过来呢就像小桌子。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积木应该怎么玩呢？积木套柱，各种颜色，各种形状，我们边玩边来认识一下。橘色，长方形。还有什么颜色呢？有红色。红色什么形呢？ L 形。套三个柱子。这个呢是黄色，和红色的形状是一样的，也套三个柱子。第一层呢我们已经完成了，接下来套第二层。大的 L 型，蓝色。长方形，红色。那这边呢要套上一个长的长方形，对不对？橘色。第二层呢很快也完成了，接下来我们来拼第三层。这个呢是绿色正方形，蓝色的长方形，再配上橘色的大的长方形。这是第几层了呢？第三层。接下来我们来拼第四层，黄色的，绿色的梯形，这边呢再来拼上黄色的长方形。第四层也拼完了，接下来我们来拼第五层，蓝色的 L 型，最后呢一个黄色的小长方形拼在这里。五层积木已经全部拼完，而且拼到最后呢是一个正方体。美嘉妈妈准备的好玩的积木。